妈，我们的遵义生病了，有很多医护人员正在救他。省四县三级联动，从全省统一调配检测力量，抽调精兵强将，将全力支援中心城区。其中省级抽调1700人，四县抽调了3196人。今天早上呢，吃了东西以后，然后就过来开展工作，很想战胜困难，然后就这次的话就是想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吧。来到这里的话肯定就没想过就是休息啊之类的，因为想的话就是尽快的把这个培养这个工作完成，然后的话大家就是战胜这个疫情嘛，让大家恢复到日常的工作状态。当时基本上的样本都往我们这里送，说实话为了节约时间，我们一般在这里都要工作至少5-6个小时，然后就5-6个小时一直不吃饭，然后也不能喝水嘛。最近这几天有时候我看到说别人很多能援助我们，其实心里很感动的。头抬高一点哈，然后我还是说话的时候啊哈，真的哈，你陪我哈，一会儿是快穿的哈，啊，就难受，听到没有？每次穿上这身衣服之后，我们都希望能够尽量的能够工作时间长一点，能够把300个学生采集完了之后才把这身防护服脱下来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尽量的减少一点防护物资的一个消耗。就喉咙那里没有，坚持到了哈。因为我外婆腿摔了，然后呢，叔叔阿姨跑过来跟我们做核酸检测。对话的内容是一个医生叔叔，他就是抗击病毒。36个小时，他还不愿意的，他说我还年轻。作为一名曾经抗疫过的护理工作者，我想在这种时候我也应该投入到这场抗疫的工作当中，我也义无反顾的我又来到了我们的遵义。没有关系的，就无论吃什么，我觉得既然是去了之后，那有吃的就行了。在武汉的那个时候，就是我们没有出到这一份力，就感觉作为一名医学生来说，心里面非常的不滋味。然后到了遵义这样一个疫情，我们又在本地，那么作为一名医学生来说，这也是我们的职责，也是我们的义务，也是我们的责任，让我们的遵义恢复车水马龙。但是我们想着，终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做不出阳性，可以自由的出门，尽快的战胜这场疫情，就是万众一心。羊肉粉加粉加枣，那个是打包羊肉，做一名医生。妈妈，病毒是不是很快就要消失了？没错，我们又能去游乐园玩了。